南宫后面啊，走路一分钟啊，还有一尊土地公老祖，它的历史啊是比指南宫的土地公还要悠久。网络传说是指南宫从那边移过来的，那我们在胡扯嘛？那我们指南宫哦，我们从小哦就有指南宫了，那地方根本没有庙，而这我们指南宫已经3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间庙是后来才盖的，后来才盖的。啊，跟指南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要来讲，咱无法度去甲动啦。啊，所以讲我伫遮，我就是讲。伊金天宫管理委员会哦，甲社会上诶大众吼，新民宫、金天宫、金天宫、紫阳宫、紫阳宫完全无关系。